不是，你脸抽抽啥呢？情人节咋怪我？我早就准备了一份情人节自救指南，让一个人的情人节也能变得极其的放纵和癫狂。情人节自嗨第一点在于秀恩爱，有没有对象没关系，你可以让表弟伪装成女装和你手牵手逛街，单方面公布你和 idol 的恋情，各种匪夷所思的姿势假装你有对象进行自拍。情人节自嗨第二点在于送礼物，可以去买一个李小璐同款超美的发型，买下后世一年的手指原味及电子兑换券，玩恋人与制作人，买四个野男人和你谈恋爱。情人节自嗨第三点在于要营造一个美妙的气氛，循环播放郭德纲的风马燕雀，两倍速循环播放新闻片头并激情尬舞，播放大悲咒至凌晨四点，过一个佛系情人节。情人节自嗨第四点，没有另一半也可以获得多巴胺给的快感，买十个仙女棒并依次点燃，幻想自己飞升上仙，点一份气味别致的外卖套餐，韭菜盒子、螺蛳粉、臭豆腐，让全家嗨起来，来一段 freestyle， 比所有逼婚的七大姑八大姨，注意单压双压不服来 battle。 情人节自嗨第五点，一个人过也要有仪式感，把最爱的香氛从头喷到脚，让每一根发丝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珠金女孩的精致感，用 SK2 洗手，拿 Lover 当身体乳，给予肌肤情人节限定的温柔呵护，不管是下楼取快递还是拿外卖遛狗，都要美美的化个妆，穿一套最精致的衣服。那一个人这么搞会不会很无聊啊？给你四姨姥姥三外甥女的七舅姥爷拜个早年，给当年所有的朋友圈评论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，这样还解决不了你的无聊，可以看个片吧。张忠祥老师亲情配音的《动物世界》，妈妈最喜欢的170集韩剧看了又看，大型尴尬雷人偶像剧《极光之恋》，史上最搞笑有内涵的短视频，没嘲讽。怎么样？我这份精心准备的自救指南不错吧？哎，不错不错，这个情人节我就这么干。没嘲讽，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。亲爱的，情人节准备送我什么礼物呀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情人节快乐！微博、微信关注梅小宝，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小游戏和各种福利等着你哦。